大家好，我们终于到夏威夷猫屿了，坐了大概4个小时飞机，现在取车，然后去酒店。我们大概在这边待大概6天。给你们看，好多好多行李呀、啊。好了，我们租到车了，现在把 car seat 装上。这车好像刚洗过哎。给了我们一个好大的车，是别克的，然后超级大。我们到这边来租一些游泳的东西，浮潜的东西。这边好多潜水的器材。叫 Star Noodle， 是朋友推荐，也是网红，我们就下飞机直接来了，然后发现他是要定位的，然后他说如果有 no show 的话会给我们，所以等了15分钟，终于到这边，就是一个吃面条的比较清淡的店，然后那边就是海，一秒度假的感觉。酒店了，给你们稍微看一下吧。我们订的是一个套间吧，算是外面有一个客厅，这样子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客厅。这边是阳台，然后外面就是这样的海景的，好像还是一个高尔夫场吗？这边是卧室啊，就一个床吗？我们有4个人挤一个床吗？哦，好，外面有沙发床，这还挺大的。妈妈，这边可以化妆间，这边就是一个浴室。他们这还给一个欢迎的花环，这个是我新收到也是没有穿过的这个牌子，叫 Nap， 就他们家专门出一些 loungewear 什么的。然后就是这样的，它就是特舒服，像那种毛巾一样。好，它外面就是这样，就像毛巾一样特别柔软，是这种就是长款的，就是换上泳衣什么的，随便穿一下都挺舒服的。我觉得可能平时在家也可以穿吧，这样一套。这两个小朋友，我们要训练他们去浮潜，先在酒店的泳池练一下。好了，现在就过去游泳。哇，就这边，我们要去那个游泳池那一边。下去游了一下下就上来了，我还是觉得有点凉，因为现在已经快要太阳落山了嘛，然后凉风一吹，身上如果湿的话就会特别冷，所以我现在就又上来了。早饭了，我像今天有要晴的样子，所以待会儿可能再规划一下，但我现在要远程跟老师开一个家长会，所以就在这个阳台上跟老师连一下线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准备出去了，今天又晴了，所以就打算去附近几个海滩。
给大家看，我已经把游泳衣就穿上了，然后下边穿一个这个短裤，脱了就可以下海。走了走了，我们走了。现在都是要我来开车了，因为一个人需要看攻略。两个海滩，我们现在打算去吃一个 shaved ice。大家下午了，我们打算来这边叫安达斯酒店，因为没有提前订，这边有一个日料据说不错，所以打算来 walk in 碰碰运气。一进酒店门有一片荷花，挺漂亮的。我当时想订这个酒店来着，但后来因为我是好几个月前订的嘛，所以临来之前我就没有再换酒店了，所以看这个酒店感觉就是很现代的风格。非常不幸，果然没有预定就没有位子，它就在那个地方，你看到了吗？就是那个游泳池边上。但是对，预定特别满，所以我就吃不成了，我们就打算走了。好了，走吧。我们现在转战这个 Coconut Fish Cafe， 也是一个很网红的店。然后我就回车里取东西，晚来一步，前面就十几个人，然后现在后面也有十几个人，所以要是不早来的话，就要排队一个小时。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清淡的吧，然后因为上面有那芒果，就是有一种海岛的风情。但是反正 taco 还是 taco， 如果你喜欢 taco 的话就还好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今天第三天，今天我们要去 Road to Hana， 也是毛伊必游的一个景点了。据说就是要开很弯的路，有热带雨林的，还有黑沙滩啊，反正是一个很有名的景点，大家要玩一天。好，那现在就走了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是晴天。去汉娜的路上，然后有一些 lookout 就停一下，这边风浪还挺大的，有很多人在这冲浪，给你们看一下。
觉得也有个100多个吧，然后很多地方是单行，开的还蛮慢的，就是全程低于30 mph， 所以很多地方还是15 mph 限速。这个地方对于晕车人不是很友好哎，但我其实有点晕车，但是因为兼我开我就没有晕。很多个弯，我们到了这个 Garden of Eden Botanical Gardens， 这一路开的好多个弯，有点累，在这排队等着进去。 Hello 孔雀，好了，我们先在这边吃一个这个开小灶，然后再去里面逛。一是拆封，第二呢是把这个食材。好，现在就开始煮饭了，要15分钟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小朋友表示很好奇，千万不要碰哦，会烫手。小蝈蝈，烫手。哦，看起来不错，哎呀，好烫好烫，看起来不错。啊，等一下。I'm hungry. This is gonna be so yummy, guys. 那底下的石灰怎么办呢？吃饱了喝足了就开始逛这个植物园了，这边还挺凉快的，你看这有很多竹林啊什么的。小蝈蝈，你的肚子露出来了。哦，原来你看这种花没开之前是长这样，我都不知道。哇哦，一走过来有大海，这个树上叶片上都被人家刻上了字，我的天哪，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。我们要去黑沙滩，发现居然要预约，好像看小红书说是要预约，但是我给忘记了，所以我们刚才去的话就进不去了，那附近也没地儿停车，所以我们就开走了。嗯，我觉得 Road to Hana 我现在已经基本快开完了吧，觉得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，觉得它是一个 overrated 的那么一个景点吧，就是因为开车很累，开很久，然后路又不好开，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让你惊艳的一些景观。它一边就是像山嘛，有那种比较绿的树啊，像热带雨林一样，然后另一边就是海，但是反正在加州一号公路开过，不会觉得这个特别的怎么哇哦的那种感觉。但我们现在到了这边附近有一个海滩，看起来颜色还不错，所以打算下去稍微歇一会儿。大家，哎呦，我从早上9点开到了现在晚上快8点，今天一顿正经饭都没有吃过。然后今天 Road to Hana 前半段就是真的是去的那个过程中我还蛮失望的，因为在一号公路经常看到这边是海嘛，然后这个盘山公路我就觉得没什么意思，包括中间去的那个植物园啊什么的也都觉得就还好，好像没有说非去不可，主要那个路非常难开，非常窄，路况也不太好。但是后面回来的时候多亏我没有原路返回，因为所有的攻略都告诉你原路返回，我是从南面绕回来的，然后有一段路非常的惊艳，我打算明后天安排再去开一次。这边就随便找了一家好不容易有 table 的，thank you.
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第四天了，然后我们今天就不到处跑了，在酒店附近的几个海滩稍微浮起一下，玩一玩水。然后你们看我这个妆已经越来越敷衍了，基本眉毛都没有画就出来了。旅游就是这样，前两天特兴奋，然后慢慢的越来越敷衍，因为太累了。好吧，我们上车了，上车上车。Get in car. Hello， 大家，我们来到酒店附近的这个海滩，这海滩非常火，人超级多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全都是人。不过这个比较适合小朋友，浪没有那么大，然后那个海水很蓝，还能看到鱼，所以我一般也不太爱下水。我今天打算待会儿下水也去游一下。大家，我们上午 snorkeling 完，下午其实也不是很早了，已经三点了，打算去 Road to Hana 南面那段，就是昨天我说特别美，但我到那儿已经晚了，今天直接去南面那段再开一次，那边还挺远的。我们到了酒店洗了洗澡，换了个衣服，现在开过去估计要两个小时吧。给大家看一下毛衣的地图啊，它 Road to Hana 就是上面北面这一段，我们昨天去了觉得非常不好玩，然后呢一般就是原路回去了，但是我们昨天开了一个 loop， 等于从这边这样下来，其中有一段就是 unpaved road， 这一段确实非常不好开，但是过了这一段以后呢它就非常平整了，而且这边就是海，然后那个陆地就是伸向海里，特别特别美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打算从酒店这样直接穿过去，再开一遍昨天这个叫 Pailani Highway， 就是这一小段非常非常美，这样开过去再开回来。哈喽，我们又到了昨天就看到这个风车的地方，特别特别美，就觉得这个风车背面它是云嘛，就和其他地方看到风车不一样，而且我们家小朋友还说这个风车为什么这么干净，就看起来很白的样子，在这边要拍几个片段给大家。先从哈娜那边回来吃晚饭，又是比较晚了，已经八点钟了，就随便找了一个酒店附近的一个意大利餐，不过这餐厅还蛮大的。我们现在发愁明天晚上怎么办，明天晚上是感恩节，酒店的感恩节晚餐我们现在是 waiting list， 就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地儿吃饭，因为外面的餐厅都是关门的。茄子就像茄盒一样，里面是有面的。啊，这不是色拉，是咸菜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。Cheese pizza， 哇，这披萨好大，而且看起来上面好诱人，就很香的样子，很油的样子。好吃，好吃。海鲜意面。这个叫什么来着 ？Clam。Clam 挺新鲜的。
Forrester。 这不错，这家餐厅很推荐。今天是 Thanksgiving， 所以我们要去超市采购一下，怕下午就没什么吃的了。酒店的晚餐也不一定订得上，然后就去海滩继续玩一玩，还没有定具体哪里，先去看一下吧。我们现在去这家餐厅 A Roots， 应该是网红店，因为门口排队的人特别多，去那边买早餐。这是他们店 Signature 的早饭，这下面是红红的，不知道是什么，还有水果花生酱这种。这个是毛衣版的 Avocado Toast， 上面有很多花。买两个夏威夷的木瓜，啊，这个是当地的 Pokey。早上来这个帽吃点东西，然后去旁边的沙滩玩一下。这个帽在威斯汀旁边。今天早上的早饭，这是什么呀 ？Omelette。哇，这个 pancake， 这 pancake 看起来很不错。哇哦，这是我们的 shave ice。shave ice， 这是什么味道？Tropical Island。
在来到了下一个景点，就是云海。然后它早上看日出是要 reservation， 但我们是不是来看日出的，所以现在应该是可以随便来的。刚才看那种植物高海拔的是这样的，它好像一辈子只开一次花，开完花它就死了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应该是比较年轻的，然后这个应该是开过花的，你们看，开过花就干掉了。最后一天晚上实在是太累了，吃上饭已经快9点钟了，所以就在房间叫的吃的，吃完饭就吃我们在超市买的这个夏威夷的木瓜，好甜好软。妈妈，那个是什么？今天又上山又下海，今天比较累了，晚上就在房间里吃了，就吃这个，明天一大早就坐飞机回去了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最后一天，我们就退房了，行李都收好了。然后待会儿可能顺路吧，去一个downtown逛一下，然后就去机场了，就回家了。酒店现在就做圣诞装饰了。飞机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就来这个 Lahaina Downtown 稍微逛一下，这边很多小店。来到了著名的景点大榕树，就是大家看到这一排所有的都是一棵树。这个大榕树旁边就是这边有一个 courthouse， 就是一个在海边的法院吗？是不是？哦，在路上我经常看到这种旗，我还在想这是什么旗，原来这个是Hawaii的旗。因为那个夏威夷有八个岛，所以就是八条这个线代表八个岛。然后因为它是当时英国殖民地吗？对，因为是当时英国殖民了一段时间嘛，所以又有个英国的就拼在一起的。这个是当时的夏威夷国王是吧？对，还长得挺帅的。这个搓衣板洗衣服的，看这个照片就是早期夏威夷这边的经济作物吧，就是糖，蔗糖，然后感觉这些农民有几位都是像华工，那我估计那搓衣板可能就是华工带来的。